熊猫们的闺蜜时光，我们天下第一好，梁月于贝。贝贝贴贴，你这么大个熊了还撒娇呢，你凶不凶？给我吃一口好吗？给你给你，烦死熊了。贝贝你喂我。好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你喂的最好吃。看着俩熊的体型差，叮叮叮，哎，撒娇的梁月反倒更想待在母猫。平日里鱼贝总是让着梁月，起开，我要吃你的竹子。你就会欺负我脾气好，哎，有熊了。其实梁月对鱼贝也很贴心。我帮你剥皮，谢谢月月。月月，我靠着你吃可以吗？没事，你掏吧。润月艾灸。九九，你这根竹子看着好好吃，让我闻闻。一到吃饭你就来这套，你不懂，饭要抢着吃才香。蔡二狗，你真是个土匪。哎呀，这根看着更好吃了。反正你就喜欢抢别人的呗。狗姐，你有两根熊笋，分我一根。做梦，我自己都没吃饱呢。那你平时还总抢我吃的？除了干饭，我什么都能让你。我信你个鬼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奶爸先给我。你走开！别别动！你别抢我的，所有好吃的都是我的。想得美，我可不是花花。九九，你礼貌吗？其一，福来。和你春天兜风，路边野餐，什么都浪漫。季笑成风，哼，你俩就当我不存在呗。成风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。你俩天天私奔，那我走。没地方坐了，坐旁边吧，这俩还在腻歪呢。当我是透明的，哼。还是挤不进去。明明是三个熊的友情，我却始终不能拥有姓名。今宵打送。苗苗。